哇，我买的这个面到了，这个是台湾的，听说这个面很好吃，买了好几桶。老公，我们趁宝宝不在家，我们把这个面吃了吧，台湾的。台湾的。嗯，你吃哪个？这个是辣的，这个是不辣的。我不辣的。你不辣的。啊，好吃吗？我也不知道，我也第一次吃。是吗？嗯。什么味道呀？他们说是好吃。谁说呀？网上的人说啊 ，Internet。干嘛？最近买了吗？对，我最近买的。是吗？好的，吃吧。嗯，看一下。我也第一次吃。那一般的。一般的，就像跟韩国差不多。嗯、泡吧。嗯，我是辣的。你这个就是素菜面。素菜就是很多蔬菜的。宝宝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才能吃泡面，我们家很少给孩子他们吃泡面啊什么之类的，泡面吃的特别少，名菜基本上不怎么吃，对吧？嗯。哎呦喂，哎呦，小心。好的。你们有没有人吃泡面的时候放皮蛋的？我吃泡面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放一个皮蛋进去，微波炉里面转大概两三分钟，哦，超级好吃。我闻一下。嗯，还没有啊。还没好。哇，我的来啦，我放了一个皮蛋，里面还放了一个鸡蛋，然后放在里面转了一下。豆腐也有。我还有豆腐，对对对，哇哦，嗯，味道好好，好吃吗？好吃，哦，好好吃，喝一口，好吃吧？嗯、好吃，吃吧，嗯，好吃吗？嗯，你喜欢辣的吧？不辣，不是很辣。嗯，好吃吗？那熟了没有？熟了没有？吃吧。我老公的是青菜的，不辣的。뭐라고해야돼담백하고기름기가별로嗯，你不喜欢吗？我啊，还可以啊。可是韩国的拉面全部辣的吧？嗯。한국사람이먹으면어라면이왜이래스프가빠졌네라고얘기할것같아음한국은다좀매콤한스프빨간국물이니까음그치근데이게맛이나쁜게아니라맛있어맛있는데라면의느낌이아니야오히려우동쪽에가까워국물아是吗한국도是라면도是红色的对对对辣的红的没有这样白的是不是是的韩国人一说就是拉面吗不是拉面吧这样说啊因为颜色不一样吗是啊味道也不是拉面的味道乌冬乌冬嗯日本的嗯放在这个辣泡面里面的皮蛋真的超级好吃嗯好怀念啊那时候读书的时候经常在宿舍里面，宿舍里面跟他们一起煮泡面，用酒精炉。这是为什么呢？都有吗？嗯，不然呢？不然呢？我们刚刚吃到一半，然后明灿的女朋友妈妈过来了，我们赶紧下去，都给我们送了那个面包。哎呀！看我老公在这忙乎着，你在忙什么呀？忙什么呀？哦，是不是火有点小了呀？是吗？嗯，要他说非要做这个给我吃，他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他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他就经常做这个给我吃。我做的牛肉好了，哇哦，红烧牛肉，香啊！看着还不错，是吗？嗯，예전에중국에서먹을때는근데，嗯，
양파파이런거하나도안넣었는데마늘이런거아그냥어묵만넣고정말是吗예전에나양야채하나도안먹었잖아对양파이런거입도안댔잖아以前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他喝他都不喝水只喝可乐然后认识我以后可乐也不喝了那以前也不吃什么洋葱啊什么青菜一个都不吃只吃肉后来认识我以后我因为我就让他吃回韩国来了以后我婆婆就说哎呦他不吃的他只吃肉的我说妈妈我说他现在都吃的青菜也吃他说哎呦终于长大了看吧어렸을때어머니가응이거오뎅볶음을자주해줬었는데응야채같은게들어가면내가아예안먹으니까응야채같은거하나도안넣고오뎅볶음으로만对啊所以家里的肉都是你吃妈妈所以一直让你吃肉让我吃菜笑死了哎呀现在好了现在也年纪大了知道啊知道那个补充营养了是不是我长大了呀长大了是不是那应该谢谢我呀谢谢你呀哎，这个还放水吗？嗯，이렇게하고마지막으로한번볶아야돼是吗？물이이제없어지면먹으면되는거야是吗？嗯，对的。这本来就是熟的呀，还放水煮啊？근데양파가많아서조금그렇긴하다생각해보니까对啊。양파없을때는이렇게했거든양파에서물이나오你没有放到那个上面去呀，一直放在外面，在这里呢。对的。所以呀，那个是没有扒的，你看都现在都没煮熟一样的感觉。看吧看吧这就是不做饭的啊、嗯、不是的你要经常做饭要不然那连火我经常做饭了经常做饭了来来来看着镜头再说一句当然了你经常做饭嗯啊当然了什么时候你不在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你做饭了吗你不是煮泡面吗不是的以前、哎、最近不做了没做了最近你结婚之后你做了几次饭呀是的结婚以后也做了吧哎呀不多数得过来最近不多以前也不多以前还可以了哎不多你不要不是多的可是不是少的哎呀少我觉得很少你在我这里我要做十次你最多做两次对不对我们在一起几年了吗几年了十年十年多了吧嗯那你八次我一次两次那还可以啊我知道你比多呀可是你是很小啊啊对对对对对哎你很棒啊、哦、来来来很棒很棒还在跟我争呢真是的争什么争呀有什么好争的啊都是你做的好吧嗯我不忙的不忙的时候呢我做呀你每次都先做了吧我做给你了那个时候是追我的时候做饭给我吃第一次做了泡菜炒饭给我吃嗯对的几年了十一年以前啊不对十一年啊不止十四年十四年嗯14年以前第一次做泡菜炒饭给我吃做了好大一锅你很少吃啊哦对吧我以为你不喜欢泡菜是我本来也不怎么喜欢吃泡菜那个时候我因为没有吃过泡菜是吗嗯第一次吃了吗第一次吃是吗嗯炒那么大一锅那时候怎么样呢还可以啊嗯是吗嗯你还蛮做的蛮好吃的、啊、第一次你就是有点太多了做那个他做第一次做泡菜炒饭做这么一大锅不是啊不是两个人可以吃、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怎么就光做饭没有菜啊他做一个泡菜炒饭然后就没有了对不对对啊我中国人一般吃饭都有菜的哎，他怎么没有菜啊然后就做一个泡菜炒饭就好了
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啊、对啊对的对的步骤菜呢这样的吧是啊我知道但是 我不知道嘛因为中国人吃饭都是有很多两个菜啊三个菜啊一个汤的这样嗯怎么到我这里就做了一个泡菜炒饭然后就没了然后我吃什么呀韩国的菜呢只有一个哦现在习惯了那时候不习惯吗嗯